知名偶像剧爆红的许光汉，从戏剧结束后工作接不停，近日他还因为两部电影上映跑到各地积极宣传，同时身为时尚宠儿的他最近适逢时装周也在各地到处飞，不过似乎因为行程过于紧凑，让他在上个月26日生病，经纪人透露是得了肠胃炎，所以只好紧急宣布取消6场影厅活动，并透过 IG 与粉丝道歉。消息一出也让许多粉丝十分担心，事隔多日他也随即在网上晒出照片和粉丝报平安，只见照片中可以看到他穿着黑色高领上衣，梳着帅气油头，将头撇向一边，并手扶着墙，同时也于贴文内写下继续两个字，并附上肌肉表情符号，似乎宣告自己康复即将回归。老黄子佼看了也在下方留言要他保重，许光汉看了则回复谢佼哥挺得住，而粉丝则是留言提醒他还是要多做休息啊。